他们是可爱爱情的初恋联盟。战线联盟，怎么会跟我一样没有谈过恋爱呢？却大芝麻开门，面临解体危险。这是你姥爷呀，声嘶力竭，爆笑答题。少女啊！不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死的？却被队友气得频频跳脚。那么他还干嘛？哎呀，快去开，去开，去开呀！他是我见过的拿东西最好笑的一个人。3月4号晚22点，芝麻开门，敬请期待。